上世纪30-40年代，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巍巍群山，皑皑白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迎着漫漫朔风，高举烈烈军旗，于烽烟滚滚中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可颂的故事。不同的方言，同样的信仰，共同铸就了白山黑水间东北大地上的铁血英雄谱。片中的人叫杨静，提起他的名字，他的故事，70余年后的今天，依然光耀着吉林大地，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肃然起敬。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在白山松水间扛起了抗日大旗，在这面大旗下汇聚起了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东北人民，在深山密林中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1940年2月，自立的无限期许用生命谱写了最后的战歌，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雄已逝，精神不朽。本期好好学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就让我们回到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共同感受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的铁血战歌。杨靖宇将军育有一子马从云，一女马锦云。马继志是马从云次子。为了更近距离学习抗联精神，传承红色基因，2019年秋，马继志一家在长春安家落户。是马老师吗？啊，是。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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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师。好好，见。好。哟，您正在看？我正在看那个反映咱们东北抗联了，以抗联背景素材拍了个电视剧。来坐吧。好。刚才我们在电视当中看到的就是杨将军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时刻。对。当时被敌人重重包围，战斗持续了有将近30分钟。嗯。爷爷轰然倒下，当时只有35岁的年龄，其实正是年轻，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其实我跟我弟弟马继民，我们俩都是当过兵。我当时我服役部队在河南，1978年的时候呢，我所在的部队呢，然后接到上级的命令，由河南开赴广西，自己呢就第一时间呢写了情感书。我那时想了，从我内心想，我做了这杨靖宇的孙子，有这个责任去向爷爷当年。心里对于爷爷当年的那个战争的场景有了更加切身的一种认识。战斗结束之后，那时候我对爷爷我都心里默默地说，爷爷，你的孙子呢也继承了你的意志，也像你当年那样，我们也端起了枪，我们也为了这个国家领土的完整，为了咱们人民的幸福生活的安宁，你的孙子也尽了自己的责。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至今腰部残留着弹片，19岁的马继志用实际行动
继承了爷爷的革命遗志，传承了血脉中的红色基因，也因此更读懂了爷爷当年的爱国情怀。我有一个疑问，王老师，当年靖宇将军为什么不退到深山里暂时躲避起来，保存实力才作战呢？在楼底了，靖宇爷爷牺牲了靖宇舰，看到了。它呢复原的历史场景是咱们1934年2月在咱们靖宇县花园口镇城墙喇子召开城墙喇子会议时期那个当时那个场景。密营主要呢就起到像井冈山啊延安啊那种根据地的作用，但是由于咱们东北平原多，不适合修建大规模的根据地，所以呢采取这个密营的形式，主要有物资储备啊，还有像作战指挥啊这些功能。一派重兵对蒙江县、今靖宇县等9县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独立大讨伐。与此同时，随着敌人集家并屯政策的普遍推行，抗联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被割断，游击根据地逐渐丧失。为了改变这种困难局面，杨靖宇指示第一陆军各部队在各自的游击区域内选择深山里地势险峻、人迹罕至、树木繁茂的地方修建秘密营地，简称密营。密营的野战医院呢是咱们当时复原的呢第一个场景。特别的简陋哈，然后伤员会在这做手术，在这养伤是吗？是的。这个可能要超乎您的想象了。咱们东北抗联吧，它斗争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缺东西。都缺什么？第一缺的是粮食备付，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缺的主要就是医疗药品，很多战士伤就是死。真正的抗联战士连最起码的医疗药品、医疗场所都没有。比如说有一个抗联领导，他呢被日军击穿了这个下巴，这个下挂钩开了，这挂钩打碎了之后他没法吃饭，怎么办？把那个苞米粒子用手指头碾，碾完了之后放自己嘴里，对吧？还有那个比如说腿受伤了，腿受伤怎么办？拿树棍堵着血管，所以这都不能想象。抗日斗争啊，整个过程都十分艰苦。这个艰苦呢，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日伪军比较强大。当时驻扎在东北的这个日本关东军最多时候是76万。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日伪的讨伐非常残酷。当时的日伪军啊，在东北，一个是制造污热区。一旦发现抗日武装活动的这个村庄，就是把这个村子就给摧毁了。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广建集团部落，把方圆几百里的群众，全部迁到一起，建上高墙，架上铁丝网，把那个人圈在里头。制造无人区和建立这个集团部落啊，实际就是割断了东北抗联与老百姓的这种血肉联系。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抗联战士休息、探讨革命前途，同时呢，抒发兄弟友谊的那么一个宿舍。杨将军白天开完会，晚上呢就开始搞这个抗联歌曲的一些诗歌的一些创作。当时有这么一首诗写得非常好，
这头道沟、二道沟，抗联住在哪道沟？大青山、小青山，抗联住在哪座山？道道沟、座座山，有沟有山有抗联，要问抗联有多少？千千万，万万千。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冲锋杀敌教学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冲锋杀敌教学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成绩机智一起走过了密林深处的抗联路，唱响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我也渐渐明白了，明白了杨靖宇将军当年的决绝。那是因为他在，抗联的旗帜就在，百姓抗日的信念就在。即便孤这座碑立的时候是1980年，是吧？对，80年到现在已经过了41年了。此时此刻，你想对爷爷说点什么？我是你的孙子马继志，今天我想对你说，我们现在了过了都非常的好。你的重孙子呢，他也再次来到了这块土地上，就像你当年一样，为了这一块土地的人民而去战斗，而去追求你们的信仰。爷爷你请放心了，我们现在都非常的好，我们一直以你为榜样，我们一定把你的传统给继承好，给发扬好。爷爷安息吧。1940年2月22日是农历正月15，在这个阖家团圆的地巷子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壮士喋血，感天动地。日军解剖了杨靖宇的遗体，发现他的胃里竟然没有一粒粮食，只有尚未消化掉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杨靖宇牺牲之后，为纪念这位骁勇善战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1946年2月14日，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在长期的与这个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斗争过程中啊，杨靖宇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杨靖宇精神。具体来讲呢，有6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永赴国难的爱国情怀。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的情况下，杨靖宇走在这个抗日的最前线，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为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誓死斗争。第二方面呢，就是绝对忠诚的地方信念。杨靖宇党性特别强，他在东北啊许多的时候都是按党的指示不折不扣的在执行，他的理想信念从来也没有动摇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杨靖宇在生和死的面前，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总是考虑部队的存亡，考虑到这个战士的生死问题，而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种精神在杨靖宇身上体现的这个特别明显。第四个呢，就是不折不挠的那个艰苦奋斗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就是杨靖宇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你到胜利的最后时刻，大家也都知道，他肚子里只有
草庐和棉絮，就充分体现了杨靖宇的艰苦奋斗精神。那么第五个精神呢，就是开拓创新精神。实际杨靖宇在东北啊，那个抗日斗争当中啊，他是建立了东北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就是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他是这个最早那个在东北开展游击战争的人。第六个精神呢，就是他有团结战斗的合作精神。对内，他是从大局出发，哎，联合这个当时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等这个地方武装啊，一同抗日。那么对外来讲呢，杨靖宇积极的进行这个抗日斗争，开展这个游击战争，牵扯出日军大量的兵力。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在白山松水间，杨靖宇擎起了爱国救亡的旗帜，在深山密林中吹响了东北人民抗日的号角。而远在2000公里外的河南老家，杨靖宇的家人正苦苦等待着他的归来。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河南啊，来到我们这个家的故居老院来看一看。我吧，我叫马金云，是杨靖将军最小的孙子。总共三个孙，我最小的孙子。其实，杨靖将军原名叫马尚德，他小时候在村里上私塾的时候哈，当时的那个教书先生哈。给他起名叫尚德，你崇尚美德的意思。就这个寓意给他讲的名字。你看这个房子，就是爷爷小时候出生的地方。他在河南领导过宣传暴动以后，其实家里都已经被抄完了。我们家就一个宝贵的财物，你看，这个就是我爷爷这张青年时期的一张照片。你看，他们就是爷爷留给我们家的唯一的一个信物。因为爷爷走以后呢，奶奶和太奶奶就带着我的父亲和姑姑，然后年幼的孩子，东躲西藏。当时那个军阀政府就说抓不到马尚德，抓到他的孩子也行，就是我们家的就跑啊，房子家都没人了，都跑了，然后这个照片呢，就我奶奶呀，还有我姑和我爸他们就是在东躲西藏同时把这张照片。有时候放在棉袄里面的，还有谷物棉袄里面的，包括那个墙洞里面等等，就各种方式方法，就给保存了下来。1923年，18岁的杨靖宇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彼时的中国风雨飘摇，百姓生活困苦，生活的磨砺，让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信念，在这个淳朴的少年心中扎下了根。1926年，杨靖宇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他指挥数万暴动农民向反动势力盘踞的雀山县城发起进攻。农民暴动的胜利让雀山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而杨靖宇的家人也因杨靖宇长期参加革命运动，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从参加革命以后，特别是在河南宣传暴动以后哈，他就几乎没有回来过家里。你看28年秋天，爷爷在一次工作当中路过家乡的时候，组织上说你回家看看自家人。28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多大？你看我父亲才2岁，2岁，姑姑才出生5天。当时我奶奶就给爷爷说，他的姑娘出生几天了，没有个名字，你给姑娘起个名字吧。他想想就说，你们为了我干革命东躲西藏的，就叫躲儿吧。从此跟家里断绝的一切信息。奶奶那时候也经常被村里的地主啊，这个反动派的保长等等，也去叫去拷问，头上打了个洞，就是那个草木灰，那烧柴的灰，给他扶一扶，清水清一清也不行。我跟我妈最严重的时候长上面就是长小虫子，咱们说小虫不就是蛆吗？对，就当时就说，我妈就说，你奶奶那时候，这老太太，太可怜。她在去世之前就把照片又一次叮嘱我姑和我爸，就是说等红军回来了，拿着照片去找你的父亲。你们刚才过来看到村庄就在我们金广铁路线旁边，
咱们解放大军解放全中国南下的时候，我爸和我姑就拿着那张照片就到金光旗的旁边，就是说叔叔啊，你们谁知道我爸呢？我爸叫马尚德，大家也不知道啊，不知道是马尚德就是杨靖宇的，就这样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不到这个自己的父亲。一直到解放以后1953年的时候，我的家人在组织上安排下，父亲和家里的亲人和姑姑才见到了一个一直想。一直想着苦苦想那个盼望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就是见到以后嘛，就是一颗就是冰凉的头颅。杨靖宇将军呢，他是我们熟知的抗日民族英雄，我们可以感受到杨靖宇将军事迹所铸就的穿越时空的那种精神高地。其实呢，任何精神形态的产生呢，它都不是偶然，都离不开一定的实践的基础和历史的条件。如果究其根本的话，杨靖宇精神从根源上来看，它根源于我们东北抗日战争的具体的实践，而且其形成和发展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实更深刻的含义上来看，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升华，其中蕴含着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东北实际相结合所形成和产生的东北抗日战争的宝贵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来看呢，说精神呢永远不灭，而奋斗呢正在进行。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谈如何继承和弘扬杨靖宇精神。首先呢，要做到知不易。今天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同时，在知不易的基础之上，我们要从杨靖宇将军的英雄事迹当中汲取奋进的力量，要信未来。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吉林考察时所提到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地了解党史、新中国史，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今天我们来看呢，东北振兴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环节，很多的重要的关隘需要我们去攻破，很多的重大的困难也需要我们去突破，我们该怎么办呢？对杨靖宇精神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从其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把它转化为我们今天干事创业的激情和坚强的意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助推东北振兴的过程当中，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来努力开创振兴发展的新局面。杨靖宇将军，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我追寻着您的足迹，内心感慨万分。我走过了当年您走过的路，唱响了当年您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我多想再听一听您当年的战斗檄文。亲爱的同志们，团结起，从敌人精锐的枪刀下夺回了失去的国土，解放亡国奴的牛马生活。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啊，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这一次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这是鲜血与战火凝结而成的文字，这是枪林弹雨中抗联将士们的号角。为了从敌人精锐的枪刀下夺回来失去的国土，您们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您们勇往直前，干洒热血。如此，
才换来了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安居乐业与繁荣祥和。英雄豪气长存世间，吾辈更当诚挚前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会继承和弘扬优秀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高尚意志品质，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己任，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袁博，于您牺牲后的81年。成绩永兮又一武，中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异兮为鬼雄。这句诗出自屈原的九歌国殇，大意是说，那些为国献身的将士们不仅具有勇于冲锋陷阵的气概，更具有誓死不屈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也用这句诗来深切缅怀抗日英烈的丰功伟绩。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红，用生命书写信仰的东北抗联英烈，是冰天雪地间最深沉最光辉的形象。历久弥新的东北抗联精神激荡过多少人的心田，点燃过多少人的热血青春。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回望来时路，我们最难以忘怀的就是那些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为了国家独立和富强，为了人民幸福和安康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们。他们永远是民族精神最耀眼的光芒，激励着全体中华儿女砥砺前行，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哦，其实。